花好天发表感言。首先恭喜陈飞小队获得我们这个奥运杯的总冠军啊！然后，看了3天，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。然后，包括和两位，包括和老搭档 CP，然后还有两位素人奥运杯和 CK8。其实也让大家都看到了，素人们其实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些操作，包括上一轮这个奥运杯的这个4倍镜762猛男枪，也是很少见的，至少甚至在整个 PL 都很少见。然后是有这个战队的这种水准的。对，然后，反正看完3天，我感觉观看奥运杯的一些观众应该也能看到，我们奥运杯很多的素人其实是有这种非常高水准的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大家都能玩这个游戏，都玩得这么的认真，然后，主要就然后是打出风采，打出水平。对，然后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奥运杯有在做大做强，恭喜陈飞！恭喜陈飞，恭喜陈飞，也恭喜奥运天团啊！这确实，我觉得这届比赛打下来的话，我就觉得做大做强这只是第一步，未来应该有更多的有水平的水友，还有我们的职业选手，甚至我也期待啊，像我们这一次花傲天啊，包括其他的经理能够参与到其中啊。阿梅你就算了吧。哎，我觉得，你说大家都经理也参与吗？那解说不也得参与一下？好，我看得出来了，花傲天是很想减弱一下自己的游戏难度啊，应该你跟阿梅应该是一起玩过游戏的，所以说你对阿梅的水平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有一个大概，有一个大概，但说实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奥运杯，还是。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举办嘛，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要调整的地方，也会有很出现一些，我觉得还能更好的一些地夺方，冠所了，以，夺冠了，直接以对，接下64分的来，领先成绩夺。所以接下来我觉得，我们在下一次再做的时候，还会，肯定会越办越好的。好，既然有下次，那我们就有希望啊！特别是阿梅，阿梅，下次我还解说啊，我在解说台上好好的嘲笑你。这不是 解说选手两不误，好不好？期待我们下一次。当然了啊，既然经理已经发言完毕，看看我们旁边的这位大胡子有没有这个潜质和资质。啊，我没听到，我们在几个啊？我想了一金色的万种蚂理蚁，由，你来拒绝我，但是没有想到你居然用这一招，这一招太差了吧！可以，就是哎呀，大胡子可以的，我这个可以奥运杯的的，主理人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认证了，大胡子是 OK 的，我跟他打过啊。OK，反正这个比赛打完了啊，这个怎么讲呢？我觉得刚才呢，经理花花天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。最后啊，我觉得应该，我想问一下花花天，你想不想看到陈 C 就是在大家都非常期望的，就是他那个钢管舞那个冠军结算？既然已经夺得了冠军，应该给大家表演点才艺吧？不是应该什吧？么什么？你干嘛，宝宝？干嘛？没有，我干在嘛？问经理呀，我在问经干理。嘛？干什么？我说实话，我见过陈飞跳过，实在是太辣眼睛了。哦，太我辣了！天呀，花少天也想看陈飞的冠军结算动画，我们一起期待妈妈 Justin。不是，你断网们，了，断网了，老铁，断网了，你断网们应了，该也比较期待吧？是不是？喂，宝宝，这样喂，吧，这样吧。我觉好。得这个还是要看程 C 他自己的这些粉丝想不想看。如果程 C 要是他的粉丝想看程 C 跳舞的话，就在程 C 的直播间给他留言，就说想看2个字就可以了。不如是，果大漠不要说不想看，大漠不要说不想看，大漠不要说想说不 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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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程 C 今天晚上就给大家表演一个钢管。
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好，感谢各位选手，再一次的恭喜奥业天团拿下了这一次最强车的称号，也感谢我们的经理华尔街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感谢各位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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